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花莲的真烤牛排馆这里哦。今天为什么会想来这边吃牛排呢？是因为它是一间非常在地的牛排自助餐，而且我刚刚有先进去看了一下它牛排项目，它这边一份牛排最便宜要340元，但是它有其他沙拉霸让你吃到饱。今天我有带一位朋友一起来啊，但是谁知道他已经先进去吃东西了，完全不等我。我 OK 啦，那我们先进去看看说他表现如何吧。 Go。不会烫人哦，但要先翻哦。哎，好的。要稍微烧焦。好。对，我准备用。上菜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牛排已经来了啦，然后已经有人吃的津津有味了。我先吃第二轮了。对啊，结果我还没有吃到他的沙拉霸，他的牛排就先来了。对啊，很快，速度很快。真的是，不过 OK 啦，就先吃牛排吧。这真的是出乎意料的。我先点了一个玻璃牛排，340元呐，它上面有铁板面，还有一颗煎蛋。玻璃牛排，这个味道跟我熟悉的夜市牛排还蛮类似的。各位，我觉得这个牛排有点干呢，我应该去拿点蘸酱让它湿润一点来，对。黑胡椒酱，买一点。好了，这个黑胡椒酱闻起来有一种红人牛排酱的感觉。你有沾过吗？红人牛排酱，就是会酸酸的味道。哦，我大概知道，大概知道。哎呦，好，那你加来看到底如何吧。我现在吃一口蘸酱看看，黑胡椒酱。你直接吃咖喱牛排啊？放咖喱吗？但这个酱其实是好吃的，沾一点酱的牛排。那个酱搭这牛排很棒哎。还有洋葱。感觉它这洋葱只是切一切放上那个热铁板而已，就吃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但说它这边牛排比一般贵族世家好的地方是说，它铁板面是铺那种黄面呢。就吃起来它确实是有炒过的面皮，酱的湿润跟味道去提升了它这个面的香味啊，还不错哎。我最期待的部分就是它这个鸡蛋打在铁板上。看这面里面的感觉真的是很棒哦。我们来吃吃看肉蛋面三拼。它鸡蛋完美滋润了这个牛排。
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们主餐吃完了，终于要来到最期待的部分。哎呀，炸物！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拿了这边沙拉吧的四道菜呢，多利鱼，哎呦，它这个清蒸多利鱼吃起来还蛮爽口的，而且算是我喜欢的清蒸鱼。完蛋了，它第一道菜就比它牛排好吃。感觉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扫空他的那一盘鱼肉了。还有吃清蒸鱼怎么可以少了葱丝呢？还没那么快，慢慢吃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看这个炒蛋。各位啊，我觉得这个炒蛋是有诚意的，他这边炒了培根、香菇、玉米，还有青葱，好吃耶。再吃看猪脚。你看一下这个猪脚一插下去啊，它就开始碎裂了。这是我们常见的猪脚，它把它卤到非常的软嫩，而且整体它的口味来说也是偏甜，非常的下饭。如果我是当兵，你是我同梯，我会非常喜欢你，因为我们当兵每天吃猪脚。我每天加菜加猪脚，给他吃到饱，真的吃到叫招还在怀念。太可怕了！国军猪脚真的是一个台湾男人的灵魂啊。对，还有秋刀鱼。我靠！那就真的有点雷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先吃到满嘴胶质，这是好满足。
那最后我们再来把这盘炸鸡吃下去吧。都是骨头，先看一下。我们刚好吃到一块是腿排的部分呢、啊，哦，那你知道吗？在前面吃到多利鱼跟猪脚之后，再吃到这个，就突然觉得，见哪了就把它吃光。没错。对啊，它这个炸鸡就是炸的有点太干柴了，所以吃起来它鸡肉表面都干掉了。嗯。那既然现在东西都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一些东西来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又去拿了多利鱼跟猪脚了，因为这两样实在是让我觉得太美妙了。只不过我刚刚在看他现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说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喝浓汤哎。接下来试试看麻辣鸭血。哦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吃一点多利鱼好了，满满的葱丝，那我们继续吃这个肥美的猪脚吧。哦，
我们终于吃完猪脚了。哇，汤也喝完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去吃个甜点好了，因为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去拿他这边的咖啡冻，还有冻，先不管是什么口味啊，反正吃了就知道了。嗯，哦，哦，这个是很经典的家常布丁啊。这味道非常的家常啊，接下来试一下这个咖啡冻。嗯，哇，这个咖啡冻也是很经典的味道。那等一下我跟 Omega 就准备出去做个结尾啦。今天吃的那一个牛排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，好像可以好像不行这样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包店啊，我们两个人包了全场，所以他们的菜供应就是说，对，真的是有限的。對，然后以你的食量大概 一个人抵10个人，所以对你来说是很不够的。就是吃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今天只有开了70%的东西，还有30%的东西没有放食物让我们吃啊，再加上他的沙拉吧，其实总和下来也差不多了啦。对，就是应该有的水准。对啊，那等一下我跟 Omega 要去钓鱼了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